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波波老师好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请问老先生来自于哪里？我是从洛杉矶，美国洛杉矶来的。我叫江光平。哦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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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祖籍是浙江宁波。宁波，我也是的。你宁波哪里的？我爸爸妈妈都是，也是，都是象山人。我妈妈姓陈。我顺便讲一讲，我的外公是陈汉章，哦，汉学大师。哦，我叫陈汉章，哦，是。我现在在美国，哎，我是美国舞蹈公司的总裁。哦。江光平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外公是著名的教育家。国学大师陈汉章门下弟子有季羡林、茅盾、冯友兰等，父亲江梅屋一生办教育。50年代，江光平到美国求学，获得了机电工程博士学位，毕业后进入了美国波音和休斯飞机制造公司，担任高级机密工程师。55岁时，江光平爱上了舞蹈，提前退休去学习国标，考取了英国皇家舞蹈协会的评委资格证，并最终成为美国舞蹈公司总裁，是美国第一个非欧洲白人担任的总裁，也是世界舞蹈协会副主席。那您来到中国梦想秀，是来追寻什么梦想？我现在是希望中国、美国，我们舞蹈能够交流。我希望我能够带领我们的那边美国的冠军到这里舞台表演，那么也希望中国的冠军到美国去。那么您自己跳舞吧？也不跳，您就是做。 我自己也跳，我今天我就跳一个，是美国的瓦尔兹。哦，美国的。哦，我想请中国好舞蹈马小姐，请你出来，那个跟我伴舞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马小姐是22岁，哎，我是82岁，哎，60年不同，一个甲子啊，一个甲子。那么我看看你们的舞蹈架子。好，好，好。先生，您能不能用很简短的话告诉我，您82岁还能这样挺拔地站在台上？因为你舞蹈的话，你就是等于是有点像练身体。那么而且我比较乐观，坏的万一要是遇到的话，我觉得坏的是应该的，所以还是往好的想。OK， 就是如果是你碰到一件事很糟糕，你就说糟糕是应该的，好那是得感恩的，对吧？是是是。
侯玉谋，你的这个人生，你觉得生命中最最珍贵的是什么？有一个好的家庭。一个好的家庭。哎，就像我们那个我们50周年的时候，有的人问我，他说，哎，他说你们怎么样维持50年？我说很简单，我说太太讲的话都是对的，太太讲的不对的话也是对的。好，我今天向你好好学习。我觉得江先生啊，这么才华横溢的，他也不是怕老婆，他怕麻烦。我想江先生的长寿，他的豁达，可能就和他所说的一个信念很有。只要一个人有目标，不管这个目标是伟大还是渺小，有目标的人，他永远可以健康，他可以长寿，对吗？是。OK， 您的梦想很有吸引力，我相信您一定会有兴趣知道，我们下面300位梦想观察团对您的梦想到底是很推崇的，还是认为这个不靠谱，我们就可以用票数来决定。准备投票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台上，谢谢谢谢，希望您的舞蹈梦想永远是那么的绚丽，谢谢您，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。82岁的江光平老先生，用他的乐观豁达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为他的梦想助力，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共同努力。